生命下到整个战路，人民最大，我们指挥这场秀，斗来斗去，也能斗去斗去，有我不犹豫，命令下到抽去。欢迎收看全民。大家好啊，我是谁？我就是真正的狗王，主宰一切，管理台湾的媒体之神。我是肥龙来，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党。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这个封号实在是太好了，现在是什么什么神什么什么神，是不是歌神啊，宅男女神啊，宅神啊，啊那个猪什么东西，我就叫他来叫这宅神，我就是媒体之神。OK 了，今天讨论的题目就是，哇，马奎欧啊事件啊大燃烧了我，艺人界的形象啊这大受损了嘛，是不是？找回艺人形象是不是很重要？有什么重要的？对我来讲什么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了，你知道了。好了，今天请到第一位，哇，厉害！我个人觉得他的歌子真是唱得好了，是不是啊？华人的巨星啊，费玉清小哥，欢迎啊！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这里是天上人间。我是小哥费玉清，费玉清音乐让大家久等了，费玉清的演唱会也让大家等了再等了。我想说演唱会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台北开到桃园他新竹新竹台中台中一路台南台南到高雄到处都有演唱会真是不容易而且场场爆满所有的朋友不要再去买票了因为已经爆满了。我想说呢在演艺圈当中呢有好事情也要平衡报道一下嘛。除了这个不好的事情你报道感觉好像在打落水狗落水狗让大家久等了这也不是太好嘛好吧。我希望费龙来能够稍微平衡。落水狗还不打那什么时候打了就是懂啊都是大鲨鱼来的嘛见猎欣喜啊。有点血腥就 OK 了所以说啊演艺人员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言行像我小哥一样谢谢大家谢谢 OK 了我还不是有爆他的料都是我爆的啦是不是只有我是最清高的OK 了接下来欢迎了综艺奇才啊鬼才奇鬼啊综艺鬼才了沈玉玲啊欢迎大家好北京无敌，北京无敌，玉树临风，居高临下的沈玉玲，只要有我在，收视率一定会大卖。其实今天我们现场主持人呢，是这个血腥的媒体啊的扛把子啊，当然所有的事件是不是因他而起呢？我想大家自有公道在心里面哈。另外呢，整个新闻的事件呢，其实它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相信呢，整个演艺圈哦还没有哦，已经恢复平静了。后面的新闻还很精彩，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至少。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这整个演艺圈的这个涉的，也就是牵涉在内的，应该不会再超过第四人，也就是不会再有第四个人再出现了。不是，我跟你讲，现在西西还没有醒啊，醒了以后后面还有东西写了。来上计程车之后，旁边还有一大堆艺人在旁边看。哎呀，我跟你讲，很多精彩一点一点爆了。对，我就希望我们这个媒体啊，真的不要把这个事情啊，一直好像连续剧一样一直的播下去。现在重要的不是要说到底谁犯的错比较多，而是要如何的弥补啊，那我们怎么样挽回啊一些形象？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消失，先消失一阵子，我相信去想想看下一步要怎么走才是比较容易让大家得到大家的认同的，是当务之急的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OK， 于是这些艺人谁让谁认同都不关我的事，我就赚我钞票就 OK。接下来欢迎的新闻夜总会的主持人李艳秋小姐。请问你是不是正头的男主角啊？没有错，这位肥龙来真的是掌握得非常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夜总会，我是李艳秋。
啊，因为正头里面有个女主角是敏敏、啊。敏敏不是，就是其实呢，是大家知道说正头最近非常夯，所以燕秋也把这个正头当中的经典片段加入在我个人的舞蹈里面，相信非常丰富。其实刚刚沈玉琳大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哎、嗯欸，我们媒体说怪我们媒体说，哎、欸，马奎欧事件，我们一大找了一大堆的政治名嘴来谈论马奎欧，你们真的懂马奎欧吗？我们好像被骂说我们是好像是打什么落水狗。其实我在这边要郑重的澄清一下，你看这个马奎欧事件闹得那么大。如果我们今天新闻夜总会晚间的这个题目的重点是说我们要来讨论美国牛究竟吃不吃，请问观众朋友你会看吗？现场人也会看的吗？马奎欧事件就是大家就是要讨论它嘛，而且呢是不是为了收视率？最主要是为了收视率啊、我想呢其实很多台都有各台的考量啦，啊别台在讨论马奎欧，我们在讨论美国牛，想必应该是没有什么收视率。但是呢针对这么大的事件，身为我们媒体人当然是要讨论它，然后怎么处理它，怎么放下它，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身为媒体人的责任、嗯、谢谢大家。这就对了，这是我的新闻原则，小事化大，大事化更大。来，接下来欢迎这新好男人呐、啊，总有一天出事，李李仁，欢迎他。大家好，我再也不爱别的女人，也不做别的女人的李大人，因为我就是最爱我老婆陶晶莹的李李仁。最近这个马奎欧的事情延烧的很久，但是有另外之前也延烧开来了，就是我们的正头。正头这部电影演得太好了，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连配角跟我老婆都演得非常好。我在里面演一个黑道大哥，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马奎欧的事情已经看得很烦了，不如来看看我讲讲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你如果动用堂口的钱走私，boss 他不会放过你。你了解？你确定你？这是罐头里面的吗？那个、不是，他那应该是痞子英雄里面高杰大哥所讲的台词。啊，对对对，没错。因为有人说我眼镜拿掉的时候有点像高杰大哥年轻的时候。那么如果各位觉得、应该是他小时候吧。哎，是。如果觉得马奎欧的事情看了已经很烦了，走出去看看正头，帮我们国片加油打气，谢谢。OK。正头 OK 啦，正头大卖了 OK 的。还有那个宝岛大暴走，那票房也让大家久等了，麻烦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宝岛大暴走都已经快暴走了，都被大家暴走了嘛 OK 的。好不好？今天讨论的是马奎欧事件呐、啊，大燃烧了，你看到没？哇，这整版的大燃烧了，是不是？啊，艺人界形象大粉坏啊，大受损。找回艺人形象是不是很重要啊，小哥？哎，你形象的还不错啦，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人生上面，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形象，我告诉你，也是我给你的。哎、不是，我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小小的污点了、啊。大家都觉得我小哥还不错，但是我以前啊，在电视台录那个哎有色的这个笑话，哎，现在在播出来之后，哎呦，这我真的有一点点，哎呀，不太好意思了。虽然很好笑，我想要买回那个版权，但是电视台说，哎，电视台版权不能买。是不是你讲过那个下面养屎的那个笑话？是不是我们很想回味一下究竟那个笑话是怎么来的，我都忘了，你讲一遍呢。那个树上啊有两只小鸟，树上两只小鸟，跟大家把它记一下啊，也是很难念。一只公的还有一只母的，他们非常的恩爱。是，然后呢树下有一只羊啊，哎，然后忽然间哎有一只老虎它跑过来把那个羊哎给吃了，哎，那只母鸟一看到，哎呦，吓死了，啊，就对她的老公公鸟就说，哎，下面痒死了。忽然间，哎，他们老公就把那只母鸟带进去圆房了。所以羊死掉了，他们就后来就生蛋了吗？就 OK 了。我想说，人生啊，总会有一些污点。哎、这个笑话啊，真的是讲真的。八年没有听，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力量啊！真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生有污点啊，其实啊，这已经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想到怎么样来补救。那我想说买版权不可行，那马奎欧你已经发生了，你该怎么样补救，其实也很重要。要不然我唱给大家听，看怎么样？好，来欢迎唱一下，来。马奎欧哭啼啼。想要把隐形隐伏名罪停留住战火线，阵阵马声重重压过，
火如波涛杳无限，冰原英雄吓得鸭子想你不敢再胡乱言，诚心道歉再道歉啊，道歉道歉啊，道歉道道道歉，我想道歉啊，让大家久等，我想说这个道歉如果说快一点的话也许大家会原谅你，所以说犯错的时候道歉要快一点谢谢大家。我跟你讲啦，你犯错的时候你就道歉，道再快了没有用，你知不知道？你道再快我还是有办法让你受到你挂掉。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病人要赶快好起来， OK，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